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杨耀委员进行质询。谢谢主席，主席，我先请一下国卫院。好，请国卫院江主秘。姚委员好，主秘好。主秘，我们那个，因为台湾经常会有肠病毒哈，好，那我们大概也从2007年就开始研发，台湾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有肠病毒的疫苗正式上市？是，跟委员报告，国务院肠病毒的这个疫苗研发到了这个preclinic 的阶段，就是临床前期的阶段呢，已经寄转给这个国内的这个生技厂商，继续往这个商业化的方式去走，但现在还没有，现在大概还到临床第二期。所以什么时候上市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我顺便问一下，因为我上一次在预算审查的时候有问过计转的权利金的问题，像这个计转权利金多少你知道吗？这个我大概不知道哈。报告委员，很抱歉这个。好，没有关系哈，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我们的计转权利金会不会太低？我在预算审查的时候有问过哈。是，委员有关心过。那国务院因为是拿政府的补助，所以我们尽量都是以这个协助国内厂商的发展为主，所以我们拿的权利金都不会高。然后你们要计转给谁？是你们决定还是怎么样？如果计转对象，如果是专属计转，我们会报这个卫福部同意。什么是专属？就是只有计转一家，在国内只计转一家，就报卫福部同意，这样子就可以了。对，这样子就可以了。就是主管机关要同意，这个是我们自己都不能同意，叫主管机关同意。所以这个权利金有的时候就是，假如有别家也想要嘞，那有没有这种情形过？有。那这种情形怎么处理？像这个疫苗，对不起，那个流感疫苗，那么就是我们给国内的两家厂商把技术转给国内的，同时转给国内的两家厂商。譬如说同一个技术有多家，你们就会给多家。不是，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如果是非专属授权，他会给多家，大家各自去努力。那只要专属。那专属就是只给一家，那这一家你们怎么选定？还是这个？因为计转权利金低嘛，是，所以怎么审定就很重要嘛。是，对不对？报告委员，我是不是请我们的？好，计转是叶主任。好，委员好。那有关于专属授权的话，在国务院的内规里面，我们就是规定专属授权厂商要先提出他的企划书，那我们会先进行初步的行政审查。如果行政审查没有问题的话，不管是一家或是多家要进行专属授权，我们就要去比谁有能力可以承接这一个技术，让他可以最快的一个商业化。那评比的条件不单单只有计转金，那更何况我们是国务院，是受政府捐补助。对，我知道，计转金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当然会是一个考量的一个点，但是它不会是唯一的一个点，因为我们还是要评估整个团队的能力，看看它是不是最适合。因为专属只能给一家嘛，我们当然会希望能够找到一家最合适的一个厂商。好，我是。这个问题是突然就有问到哈，顺便问一下，我接下来问哈，就是说，中国大陆听说已经完成肠病毒的试验，而且上市了疫苗，是不是？是有看过这个。国务院为什么研发的速度会比较慢？为什么？讲一下，我请我们疫苗所所长。好。委员好，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就是现在这已经计转到这两家厂商哈，
他们是照着我们国家现在食药署的这个步骤这样子进行。你们是、就是、是去年计转的，还是今年？100年，民国100年的时候就计转了、所以他们这个是都在这个期限，就是按部就班来、对。100年就计转了，所以他临床现在第几阶段？二期已经对，总共要几期？总共3期完了之后再对。所以我们 的程序是比较严谨、比较慢一些，这个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来保证它的这个对，尤其是对小孩子的那个实验哈、要征召这些小孩子来做比较严谨的实验。对了，也对哦，因为疫苗也好，就药物也好，还是要经过很慎重、缜密的程序跟阶段。好，请回。那个卫福部许次长，科技部前次长。委员好。次长好。是。科技部。是。因为前次下午有个会议。那个次长他有特别说下午他请假。好。好，那是谁？前瞻是副司长。好。副司长，我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看你们两个部会哈，研究成发展成果的归属运用哈的规定，在某一个部分是不相同的。卫福部的部分是这样子，卫福部的部分其实是就相关的研究成果限于国内制造使用。科技部呢？科技部是只要研究发展的单位内部行政程序签准，就可以授权给国外制造使用。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科技部可以，卫福部不行？或者是卫福部为什么只把成果留在国内用？科技部相关的副市长，你懂我的意思吗？我问这个问题，你听得懂吗？因为系部委员问到是蛮细的。那依照科技部现在规范的话，我们是有部分，比如说如果用到我们科发基金是要上缴，比如说有40%是要回缴到科技部。不是，我现在不是问权利金的问题，我是说授权制造使用的对象，国内研究的成果，卫福部是。留在国内用，科技部是可以授权国外的。理论上，各部会的研究成果可以给国外，就统一可以给国外。不行，应该就不行。为什么两个部会的规定是不同的？次长，你们是不是有经过有被监察院？其实我们的条文上面刚好跟我们同仁看一下，是以国内为优先。那并不是代表禁止到这个国外的这个部分，以国内为优先哦。是。不过我看条文，我看条文应该没有讲哎。对，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国卫院所做的部分都是以国人的健康为主的部分，所以我们大概希望能够聚转到台湾国内的厂商的部分。能够照顾国人的健康的部分为优先考量。好，那我问一下科技部，就是移转给国内跟移转给国外，权利金的部分会不会有差别？权利金应该是没有差别。那依照我们的规范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优先给国内的厂商做使用。好，那刚刚国卫院的讲法是说计转权利金低，是因为用国家的资源来做研究，好、留在国内使用，让国人享受，那当然计转权利金低，可能大家可以讨论。给国外，你的计转权利金也没有差别，这个说得过去吗？委员，这个部分是不是容我们之后可以委员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跟回答？我把问题点出来了，你们回去哈、好做一下。我
我想假如说真的要授权给国外，计转权利金的部分一定要跟国内有区别。好，因为所有的研究费用都是台湾花的钱嘛。好，你说留在国内使用，那计转权利金低一点，可能是没问题的，给国外也一样，这个不行。好，好不好？好。好，卫福部许市长，我最后，副市长你请回哈。我最后问一下，因为澎湖有很多吸肝患者哈。是。就是说现在印度新型的这种吸肝口服药，效果比我们现在用的干扰素好一点，对不对？我想吸肝的这一块部分，目前用干扰素加上其他药物治疗的部分，现在其实成效就是治愈的成效的这一块部分，没有相对现在方新上市的这些新药来的好，对不对？是。而且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困扰，就是像朋友有一些患者遇到的，就是干扰素的治疗，他大概就是健保给付两期以后就你要继续治疗，必须要自费，或者说。有的时候应用一期以后医生就停了。好，所以假如能够让 新型的药变成健保有给付，可能对广大的吸肝患者，现在目前其实健保还在就在评估这个药是不是要纳入健保，但是因为它会对财务产生相关的一些冲击，所以还是最后要提到健保会去就很贵吗？现在目前有一些其他世界各国对于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的部分也不一样。那当然在台湾现在目前因为市场机制的关系，还没健保给付的部分，有些药高达200多万，有些药100多万。那未来跟健保这个部分，我们会参考其他国家的价格的部分来跟这个药厂来做讨论。好，就尽量议价，然后把价格压低，然后照顾国人的健康。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审核这个药品的药价。好，谢谢市长，谢谢主席。好，我们谢谢杨耀委员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管碧玲委员进行质询。谢谢主席，我们请中研院，我们今天是王副院长，好。好，请王副院长。管委院长好。本席此时此刻是用戒慎恐惧的心情，要和副院长讨论翁启惠院长所涉及的这个非常重大的案件。那么我们今天大概看到翁院长给教育文化委员会的一个说明书，在这个说明书里面，翁院长并没有表明他什么时候要回国，这一点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遗憾。我们还是郑重的呼吁他应该尽速的回国来厘清所有事实的真相，然后来还给中研院一个清净跟清白。那么可是这整件事情讨论的过程，本席非常关注的是到底翁启惠院长他所涉及的这个事件，他涉及的范畴应该用什么样的思考跟检测的工具来考量。他是用公务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吗？他是用贪污治罪条例吗？还是他是用科技基本法吗？还是他是用中研院里面的法规命令吗？那另外当然涉及的是应该是证券交易法，好，相关非常多相关的法律。但是我觉得总是先把事实做一个厘清才知道怎么定位。好，那我一直在摸索，一直在追查，到现在还没办法厘清足够的事实真相，所以今天特别在这里要和副院长交换意见。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最近比较实用的一个讨论工具，是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转利益冲突回避处理原则。是。好，利益冲突回避处理原则，我们看一下利益冲突回避处理原则的第二条它怎么写的。来看一下这一页，利益冲突回避处理原则第二条出得来吗？ OK，
它里面的规定啊、哦，好，来第二条，本原则所称科技移转，指将归属于本院之科技研发成果授权或让于产业做产业利用的。也就是说，这个利益冲突回避处理原则处理的是属于中研院权限的研究成果计转的案件、嗯。是。所以，如果翁启惠这一次涉及的案件不属于中研院相关的技术移转，那他受不受这个处理规范的规范？受不受？听起来好像应该是不要，就不用。嗯，所以他也不必揭露，他也没有违反利益冲突回避。假设、嗯，假设他涉及的这个项目，嗯，他非属中研院研究成果，他就不受，不受，至少不受中研院的规范，就不受这个规范，因为他不是中研院的东西嘛。对，那他到底这3000张股票，到底跟中研院有没有关？你们厘清了没有？有一些部分是牵涉到翁院长，我做了一张图，我们来看这张图有没有麦克风哈？我们来看这张图，这3000万股怎么来？有一间公司叫做 Optimer， 它是由3个创办人他去创办的，张念慈、翁启惠跟这个Danish Sky， 对不对哈？那他们呢？其中这个美国教授，他去发明还是发现的 OBI 822，是不是？是，是他发现的。是，所以这个东西跟翁启惠无关，到目前发明的部分无关，发明的部分无关。对，但是因为是共同创办人，所以他其实可能是有权限的，有股票的。是，好，我们不管，我们先来看，那昊鼎跟 Optimer 怎么发生关系？昊鼎为了要买 OBI 822，所以他作价6000万股昊鼎的股票给 Optimer， 嗯，对不对？嗯，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对，好，所以 Optimer 有昊鼎的股票，是因为 OBI 822而来。是。那后来昊鼎把他的股票买回来，所以这些股票，也就是 Optimer 里面的昊鼎的股票，这6000万股买回来的时候，他找股东来认购回去，这其中就有300万股是翁启惠的女儿认购的，是不是？是。所以翁启惠女儿认购的这300万股昊鼎的股票，是从 Optimer 里面的买 OBI 822而来的那6000万股里面的300万股，对不对？是。所以这300万股的股票直接相关联的技术是 OBI 822，对不对？是。那 OBI 822跟中研院有没有关系？发明的部分没有关系。所以技术移转就不属中研院相关的技术移转，对不对？是。所以就不受我们刚刚讲的第二条利益冲突回避处理原则的规范，对不对？嗯。是不是？是。这样了解了吗？这样了解了吗？是，了解。他理应这300万股理应不需揭露，理应不受利益冲突回避处理原则之影响，是不是？照这样分析是。对，好，这是第一阶段，当然还有第二阶段的问题。翁启惠有没有内线交易？不知道，如果有，要受国法之制裁；如果没有，要还他清白。只是目前到底有或没有那一块，我没办法在这里跟您厘清。但是至少我在这里，您替我厘清的是，这300万股是跟中研院无关，所以就变成不受中研院利益冲突回避处理原则之规范。但是我还是要跟中研院，我也要跟科技部，我也要跟所有部会相关的有技术移转业务的所有单位，我再次恳求，再次呼吁，你们太烂了，把法律保留的业务都停留在法规命令，都停留在行政命令。所以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出了什么问题吗？一中研院这些技术移转的办法，你们的母法是科技基本法。是的。可是你们把法律保留的业务，虽然母法是科技基本法，好，可是你没有纳进去科技基本法里面的技术移转专章，你们把它变成法规命令的时候，
他就完全没有法则。今天是这300万张不受他规范哦，如果受他规范，有没有法则？没有法则哎，没有法则耶。而且全国人民，当他用公务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的观念跟用贪污治罪条例的观念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错？好像也没有错，因为他们是法律位阶，然后你这个是法规命令，所以我当然法律位阶，我要用最高的标准要求公务员的标准，而不是技术移转相关的制度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谈制度的问题，恐怕真的是这个制度太不完备，造成今天这个事件，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定位。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没有结论，我们不知道翁院长该负的责任到哪里。至少第一个，我们用最严格的标准，他伤害了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在这个过程之中，让大家质疑他的公信力，当然也伤害了翁院长他自己。但是，要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其实在法律体系里面是被冤枉的？有没有那个可能？有可能，嗯。有可能吗？你认为有可能吗？我一直有信心了，不过我觉得是有可能。如果是那样怎么办？我们折损了一个可能的诺贝尔奖得主，而他很可能是被冤枉的。如果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怎么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为什么本席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急于要去厘清事实？为什么我不敢加入痛加批判的行列？实在是心之所为，实在是心之所为。我第一时间谈说我们整个法律制度不完备的时候，我一直说这3000张股票是跟中研院无关的时候，我还被修理，我还被修理。可是今天在这样的过程，今天在这样的过程，就是按图索骥推出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然后我们的结论就是，万一他是冤枉的怎么办？好，当然这一切都不包括内线交易的部分，因为内线交易的部分，他有可能是违法，那也非常非常的重大。但是那个部分我们就不知道了。好，我今天只是处理有关跟中研院相关的部分。假设我们今天这样的推论是对的，那中研院好在还了他的清白哦，副院长。是不是大家还是要抬头挺胸哦？因为它是一个误解嘛，对不对？好，是可以抬头挺胸的哦。好，好，我时间超过很多了，好，但是我也还不知道应该怎么下结论。总之，我真的担心万一冤枉了怎么办。好，不过内线交易的部分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有关于这个部分我真的怕是冤枉了他。好好，谢谢。好，谢谢官员。好，接下来我们请吴秉睿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不在，曾明忠委员不在，吴志扬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不在，肖美琴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不在，吴思瑶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李坤泽委员不在，廖国栋委员不在。我们请林淑芬委员进行质询。主席，各位大家午安，是不是请我们卫福部？好，请卫福部徐次长。喂，好。次长。是。你对于临床试验的这个制度面，你有掌握吗？有。是你管理的吗？是，我督导这个。现在林昼延次长走了，你既管药，也管医，然后
什么都会，全才和全能。欸，我可不可以请教医师师就好了？医师师有来吗？有，医师师长没有来哦。因为另外一个委员会。好，那不用好了。我现在讲说，政府哦，对于台湾生技产业和新药发展的态度哦，其实是非常的鼓励的。他排除了所有的障碍，都期许说台湾能够有这个所谓的生技产业这么一回事。所以在临床试验上面哦，是朝向不断的解除管制的。那特别呢，今年二月底啊，前次长林奏炎也投书联合报，他讲这个说，他在卫福部任职后发现，台湾多国多中心临床试验案件的数量逐年下降。好，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医院的人体试验委员会的审查速度太慢，所以卫福部做了一些改革。将卫福部补助成立的临床试验中心的9家医院设立为联合人体试验委员会的主审医院，所以在规定啊，它规定临床试验的审查要几天内完成，你知道吗？据我所知，好像是二十天，二十天一定要完成。那交回执行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时，用简审简单的审查即可。所以在大家通力合作之下，已经大幅缩短了人体试验委员会的审查流程，主审医院审查时间缩短为9.9天。所以各位，新药临床试验的案件因此增加了24%。所以啊，台湾这十多年来啊，在医师师及医测会大力辅导，还有各医院各自努力及自律下。本来人体试验委员会也非常的健全，那卫福部又比照美国 TFDA 的管理方式，受试对象除了儿童、弱势、易受伤害的族群，像孕妇以外，本来就放宽委由各医院的人体试验委员会去审查，结果去报备就可以了。好，但是我们都不能忘记，这个核心人体试验的最核心在于保护受试者权益的前提是不能减损的。所以啊，我们看得出来，林次长他投书这个联合报，然后他也大方的承认20天就可以跑完一个审查，最快如果主审医院审自己医院的人体试验9.9天。所以呢，2013年6月1号到年底就成立一个 IRB 的主审中心，协助审查作业，然后呢就开始正式实施了嘛。那我们就要问，就是说卫福部成立了 CIRB 的主审中心，就是希望透过主审医院加快审查速度，让新药的这个临床试验可以快速通关。好，本来的审查制度是自己的医院自己收案，自己审自己的这个病人和个案。那因为是你自己医院临床试验，所以自己医院的病人啊，你会清楚的掌握他的状况，所以啊，你对他会有多一点的受试保护。但是在成立 CIRB 主审中心以后，你开放其他医院也可以来审查别人的医院，又要快，然后又要这个简易审查，审查密度加快，审查密度放低，审查时间来规定20天以内一定要完成审查。我们就要问，那受试者的风险谁把关呢？受试者的风险你有什么把关机制？跟委员报告，我想这个部分对于审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找的这些主审的这些医院，其实他们都是属于医学中心，而且对临床试验执行的部分其实非常有经验的这样子的一些医院来负责这个主审的部分，其实也是在一个严谨的一个情况底下去做这部分的审查。而且IRB 的这一块的部分，每年也要经过医测会，每3年1次要经过这个相关的一些审议。那除此之外，相关审议通过了这个临床试验的计划，还是得要送到卫福部，依照它是医疗器材或药品的部分，也要送到
这个 FDA 来做相关的一些行政的审查。那对于这个临床这个技术的部分，医疗技术的部分，也要送到这个医师师的相关的一些医师委员会来做这部分的审查。这是这样子说了，但是基本上不要忘了，在今年你们才偷偷的公告要修改人体试验管理办法第三条草案，放宽要将受试者的同意书，本来还要 IRB 审查以后送卫福部，结果你们现在只要到 IRB 人伦理审查以后就好了，拿掉了主管机关对于这个受试者同意书的审查等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事实上把这个伦理把关甚至相关专业把关其实都委托出去了，交付给外面的各大医院，那就各大医院他本身又接业者的委托试验，又要审查自己的这个试验临床成功与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你又开放不是自己医院审自己的，还可以审别人的，各家医院可以自行决定自己如何审案，审案的快慢和难易，资料是不是详细有科学性，试验的风险和利益合理与否，是否具备知情同意，利益有没有冲突，有没有状况需要回避，本来是这样子，但是你放宽到快点审快点审，根本不论是否达到受试者保护的前提，然后放宽别的医院可以审别人的，而且要限定时间，我们真的很害怕。因为一个没有受试者保护伦理规范严谨把关的人体试验，就等于这个人体试验的这个试验的信度相关的可靠性都会备受质疑啊。更委员报告，事实上这个部分的公告我们也收集了各界的一些意见，那针对这个开放的这个部分，现在我觉得我今天讲的你都模糊两句就带过，事实上是我在问你，你们的人体试验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草案，你们现在正准备怎么做？我们现在目前维持目前暂时。什么是 FDA 的署长在旁边告诉你呢？人体试验管理办法是母法，是依据哪个法来的？母法是依据医疗法。医疗法的业务主管机关是 FDA 吗？不是，是医师师。对嘛，你医师师师长都不在这里了。我们今天讲新药、人体试验等等，医师师师长没有来啊。你的小超还要 FDA 署长告诉你，不要忘了，这个人体试验是依循着医疗法这个母法来的、欸。所以，如果你又要当一个全知全能、什么都会100分的次长，等于是地下部长了。那么就请你准备充分一点，你先来回答我，你们现在修正人体试验管理办法第三条草案，你到底是要维持原状，还是真的要修正？现在目前是把政府最终把关的角色给拿掉，还是真的直接委由既是球员又是裁判的意愿的人体 IRB 审查？目前是维持现况。但愿如此，但愿如此。以前都必须送中央主管机关申请核准，结果你们在今年1月27号偷偷的给他拿掉。事实上，政府都不但要把政府国家该做对国民所做的保护的责任给丢掉。从这个角色来看，从这个修法、修订法规的过程来看，政府都不想当政府哎、欸。那我们在想说，你们不断的加速试验啊。受试者的健康安全权利在哪里？我们要提醒你，试验就是试验，它不是治疗。是，卫福部不要以治疗的名义来掩盖这些产业界本质上不就是人体试验，拿病人的身体当实验的手段和工具，这是一个本质，它绝对不能够被忘记掉。更不要讲，你们现在人体试验管理办法的第三之一条修正，请你们好好的在伦理上、在利益冲突上、在受试者保护上一定要想清楚。本来药厂要花钱请人家当他的试验对象受试，要花钱
找人来被他测试，然后才能够通过你们的临床试验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现在你们修正的三之一条是，他还不能够上市以前，还没有通过临床实验的二期、三期，他就可以收费的。被他受试的那一个白老鼠病人还要付钱给药厂，他不但不用付钱给受试者，是受试者还要付钱给药厂，他不用等测试通过就可以卖药的状况，你们去放宽。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姑且不论什么什么疗法有没有效，什么什么疫苗是不是真的万灵丹，但我们讲说国家政府做这些事情可以这么潦草，没有公开公听，然后没有广征民意，没有让学界其他专业团体讨论的余地，就直接公告修正，然后本来要预告完就要公告，我们真的是 很害怕啦。受试者有两种，一种是他病到没药可医，赶快给我药，我愿意试；一种是专业的受试者。你知道谁是专业的受试者吗？次长，你有没有勾勒出台湾受试族群的样貌？谁是受试者？谁是专业专门在当药品试验的受试者？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人是专门在当专业的受试者？我想这个受试者在他的提出相关临床试验的计划里面，一定有一些特定的对象，那这些对象的选取的部分都要符合这个临床试验的。你这个都在讲空话。你这个部分，你们各种药厂、各种新药、各种临床试验做了这么多年，对每一个受试者都还有伦理审查、基本资料掌握。你们对这些专业的受试者，你们有没有一点关心啊？如果你们在乎这群受试者，你们就会如同英国在2008年针对第一期临床试验的受试者的调查，他们发现参与试验的族群当中，全职工作者占 23%， 无业的占了 22%， 穷学生占了 25%，退休以后没有老年经济生活保障的占了19%，所以我们看得知道，无业啦、学生啦，这些经济弱势、社会弱势的人比例占了一半以上。简单的讲，我有朋友，我的好朋友曾经当过人体，在我们念书的时候，他就是去当人体试验的试药者，他试了这一家又试了那一家，规定不可以，他还去试，也没有人会知道。为了试临床试验领的车马费、营养费而参与试验，为了赚钱，简单的讲，就是为了谋生啊，为了活下去。印度去年2015年12月17日，中央社的新闻指出，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ICSSR） 工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这个 Mandel 他指出，印度许多受测者都是文盲。多是因为金钱或免费医疗被诱惑参加临床实验，他们都不知道参与试验的风险，所以我才要问你，你卫福部做了这么久了，有这么多的临床了，这么多的试验者了，你们到底在不在乎这些受试者，他们到底是为什么来做试验，他们的样貌谁是受试者，他们长得什么样子，他们到底是不是跟外国是同样的一种特质？你们有没有后续的追踪、后续的调查？你们在不在乎他们这一辈子因为做过几次的人体试验的药品的试验，所以他们后来的健康风险永远比平常人还要更增加？你们从来没有，你们反而不停地放宽对受试者的保护，不停地加快审查的速度，从不问审查的好不好，有没有落实对受试者的保护。如果拖延到审查时间，他说这样子延宕了我们生技产业的发展，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想要看到台湾受试者状况是从社会新闻里面看到，
看到《苹果日报》2014年9月11号说，大学生搏命打工，人体试验2天打20针。请问这个叫做 IRB 审查机制在把关的吗？你说过他们的资格都有框定符合才可以试验的吗？这个就是你们真正的现实。把关机制都是玩弄书面审查，都是假的。所以我们要要求卫福部应该针对最基础的受试者同意书有记载的资料，如临床试验的级别、统计受试者人数，以及人体试验针对新医材、新医疗技术、学名药三者统计受试者人数进行统计等等，还要再去委托研究这群受试者后来的风险、健康风险他是怎么样，该做的都要做，编列这个预算，进行这一些资料统计，可不可以？我想这个谢谢委员的建议了。对于这个第一期的这个健康人的这个受试者这一块的部分，我们可能或许这研拟一个相关的研究计划来做后续的一些追踪。第一期是最少的。对，那第一期是最少的。二三期其实是因为他本身有病，需要治这检验这个药品的这个疗效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一定有一些特定的对象来接受这样的试验。所以你们针对不同级别、不同的风险、不同的属性、不同的管制，你们要做出不同的调查和研究。二三期的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对它的安全性跟它的这个疗效的部分就要做追踪的。那我要再问你一件事，我们本来第七届立委有人要求卫福部要宣导受试者权益，当时你们成立了一个受试者权益的网站，结果委员不在了，届期消失了，网站网页也消失了。如果有人想要参与人体临床试验，他除了医院提供的资料，他根本不知道受试者的权益资讯在哪里。你们这个受试者权益的平台媒介要不要再继续活起来？要不要复活？我想这个部分有关于权益的这一块的部分，我们其实有委给相关的单位来做相关的宣导。你讲的好像现在都没问题，我现在告诉你就是没有，所以不要再讲说你们以前做什么。我要听的是你们就是现在没有，未来要不要改善呢、啊？我想这个部分我会来加强有关于受试者权益的这个部分的相关的。那我们要讲受试者发生不良反应，你们如何处理？我想这个不良反应的部分，在整个试验的这个计划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严谨的部分。你们到底有没有主动关心过医院它的不良反应后续处理情形？有没有处理过？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介入过？你不知道了，我想你也不知道了。有没有处理过？有没有主动到医院关心过？医院怎么处理的？有，一定要针对这个不良反应的。你先白纸写黑字，把所有报告，这十年来所有不良反应的数的件数，医院的后续追踪处理怎么处理？资料整理出来。因为如果这些不良反应能不能领取药害救济？这个部分事实上不在药害救济的范围了。那临床的这一块的部分，其实那我要问你，他不能用药害救济，都要送到。那他的不良反应要自己付出代价，还是医院有赔偿？那医院既是希望接很多药厂的试验案，然后他的不良反应又不能太多，否则人家不委托他做。那这样子，他如何对于受试者的不良反应能够求援兼裁判呢？你怎么可以直接委托医院呢？医院有这种案子也要压下来啊！不压下来的话，他的不良反应这么多，人家就不委托他做了，怎么办？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透过。所以你们有什么管理的配套？其实，在每间医院在执行临床试验的时候，我们都要做所谓的实际查核的这样子的基础。我告诉你，来看他临床所。我现在就是在告诉你，现在都讲不出来。你现在都没有办法回答我精准的，你们一年做了几次？现在医院查核里面，他的不良反应有多少个案？那我在讲说黑数呢，压下来的黑数呢，是不是只要没有死，通通都没有关系？那这个受试者领了一大笔钱，一次短暂的两天领了1-2万元，可是他一辈子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等到他付出代价的时候，他可以申请职业灾害这个赔偿吗？职灾赔偿可以吗？那我要告诉你，这不是开玩笑的。不要忘了，今年的法国才发生严重的人体临床试验事故，这个法国中央主管机关才针对这个临床试验中发生不良反应者成立了调查机制。你知道今年的1月15号他们死了几个人吗？几个人住院，几个人脑死？你不知道？林委员，好，抱歉，我快要结束了，因为后面没有人了嘛，没有，因为大家咨询时间是公平的，好不好？谢谢。
不是公平问题，我们的开会时间是开到5:30，本来发言完第一轮，我们可以登记。好，那我可以现在停止，立即来登记第二轮发言，可以吗？我们本来在这里，为什么委员认真开会就要被人家赶下台？不是，那你说其他的委员，可是后面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委员。前面的委员大家都。我为什么要掉到最后？我要准备登记第二轮，我可以马上下台，然后我登记第二轮发言，可以吗？可以尽快结束你的咨询吗？谢谢。我现在要告诉你说，今年1月15日法国发生的严重人体试验事故，他的临床试验有6个人住院，1个人脑死，还有3个人可能会留下不可逆转的后遗症。所以法国的国家药物及健康产品安全局 ANSM 认为这是法国历年来最严重的事故。那当然我们没有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不良反应出来，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我们的国家看到前车之鉴，我们要不要在制度面要设计好我们的防避机制，内控防避，外控防避。你不能叫医院球员兼裁判自己把关，人家跟他讲了，医院拿了钱，塞一点钱和解了，有没有可能？有啊。我想跟委员报告，所有的这些临床所做的试验相关的报告，全部都要送到卫福部来审查。那我们针对这个部分，还要实际到各个医院去。你不要忘了，你们进行的书面审查，甚至不断的偷偷改法令，要把卫福部的审查把关机制拿掉，全部交给医院。也不要忘了，这里有一份曾经是医院人体试验委员会担任委员多年的一个学者，他还写了一篇 paper 叫《研究伦理审查的一些常见争议》，计划书的科学性不足。试验的风险与利益不合理，知情同意的欠缺，对易受伤害受试者的忽略，未合理的处理利益冲突的问题等等。这个就是一个医院里面担任 IRB 委员多年的学者发表在应用伦理评论里面的文章，研究伦理审查的常见争议。你不要告诉我说还要送卫福部审查，那是胡说八道的，那是睁眼说瞎话的。而且许明能你也搞不清楚。今天在这里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刑警大队有没有在抱歉，林委员，你时间已经23分钟了，拜托一下。好，谢谢。你刚那我可不可以登记第二轮发言？待会主席会裁示，好不好？我觉得不尽合理，因为我们开会时间明明是要开到5:30，别的委员不来，我想不来质询的是他放弃的，可是我还想质询啊。我想按照这样质询下去，1个小时可能都不够，好不好？但是我抗议啊！今天卫福部不应该由一个不专业的次长，然后不准备充足的状况，来跟我们讨论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这些议题和法案，然后他在这里。这个打太极拳式的回答，这个是对立委不尊重而已，对人民更不负责任。所以今天很严肃来谈这一个问题，结果他没有办法讲一个确切的，所以我觉得令人相当遗憾呐。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林淑芬委员，也谢谢我们行政部门。那报告委员会，本日会议的询答全部结束。委员林俊宪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书面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2周内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锁定。今日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各位出席的官员，还有各位委员的质询，谢谢大家。